小敏是刚刚加入舞蹈团的新人，凭借姣好的身材和优美的舞姿，她很快就得到了公司领导的一致认可。公司正在筹拍大型古典舞剧《罗摩耶娜》，小敏非常希望能够出演主角，但剧中的主角亦正亦邪，想要得到这个角色，就要能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。小敏年轻漂亮，舞蹈功底好，可唯独缺少了邪魅的一面，这让小敏非常的苦恼。经过几轮的筛选，最终确定了三个候选人，小敏就是其中一位。结束了一天的排练，准备下班。 小敏发现化妆间的房顶正在漏水，不仅仅是化妆间，连走廊里面都出现了大量积水。楼梯口拉起了禁止进入的警戒线，小敏还是穿过警戒线来到二楼。二楼更像是一个杂物间，里面乱七八糟堆满了各种道具，水是从一个柜子后面流出来的。柜子与墙面的缝隙里夹着一块红布，小敏出于好奇扯下了红布，墙里突然伸出一只鬼手抓住了小敏，小敏恍惚间仿佛突然置身水底，一只手抓住她的脚踝不断下沉，脑海中还快速闪现出恐怖的画面。 眼看小敏就要窒息死亡，这时有人喊她的名字，原来是剧院的保安经理叫醒了小敏。小敏抬头发现，经理后面正站着一个女鬼，可很快又消失不见。小敏也搞不清楚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只能借口说要排练便离开了此地。他们都没有发现的是，地上确实多了一块红布。时间很快来到了确定主角的日子，首先上场的是小敏。刚开始一切顺利，可小敏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各种奇怪的画面，她的专注力开始下降。 一不小心还出现了失误，小敏恳求舞蹈总监小帅多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可小帅直接喊了吉娜上场。相比于吉娜的开心，小敏非常失落，想想有可能因此失去出演主角的机会。小敏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。下班路过停车场，小敏看到吉娜坐上了小帅的车子，她这才明白自己输在了哪里。回到家里，小敏还要忙着收拾房间。原来她的父母早早过世，家里只剩下她和弟弟相依为命，她不单单要养活自己，还要负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。 小敏站在镜子前，耳边响起了小帅说过的话：“小敏刚开始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，直到她看到了镜子中那抹诡异的微笑。这时房间的灯光纷纷熄灭，四周还传来了嘈杂的水滴声。小敏打开手机照明，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片无尽的黑暗之中。 这时，突然传来了幽怨的声音，不知道声音来自哪里，只是一直重复着这句话，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在说话。突然出现的女鬼抓住了小敏，还口口声声说要教她跳舞。在两人不断的拉扯过程中，小敏突然从床上坐起，原来这只是小敏的一场噩梦。可这个梦如此真实，小敏一时也分不清楚是梦境还是现实。第二天彩排现场，小帅准备找一个演员来做主角的候补。 公司非常看重这部戏，不能因为某个演员的问题影响进度。候补演员会在小敏和长发女之间选出，还是小敏先上场试戏？此时的小美明显有别于昨天，舞姿之中不但充满了自信，还增添了更多的邪魅。她肆意的舒展着身体，妩媚的眼神让人移不开眼睛。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人在指导小敏，甚至融入小敏的身体，与她合二为一。正在这时，工作人员找到小帅，原来主角吉娜出事了。就在刚刚，大家都在排练的时候，吉娜也发现了楼上漏水的情况。 他顺着楼梯走到二楼，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。一不小心滚下了楼梯，等众人赶到，吉娜已经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担架，初步诊断是摔断了腿，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医院很快打来了电话，吉娜腿部骨折，需要手术。为了不影响进度，主角的位置顺理成章落在了小敏的头上。不仅如此，小帅还在发布会上极尽夸赞之词，称赞小敏为明日之星。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台下正站着一个女鬼，死死盯着小敏。发布会结束。 小帅邀请小美到自己家里坐坐。刚开始还一切正常，直到小敏说出“小帅惊讶地看向小敏，却发现她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。即使小敏很快恢复了正常，她也感觉到了不对劲，急忙打发小敏离开了公寓。似乎事情并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。第二天，大家正在排练时又出事了，三个候选人中的长发女也发生了意外，早上过马路时被撞断了腿，意味着舞蹈生涯彻底结束了。 舞蹈团内一时之间议论纷纷，试图出演主角的演员接连发生意外，大家猜测这是闹鬼了，说不定下一个出事的就是小敏。可话音刚落，小敏就走出了卫生间，一时之间气氛有些尴尬。男同事赶紧借故离开。这时，小敏发现女同事死死的盯着自己，还提醒她该兑现承诺了。同事慢慢的逼近小敏，小敏被吓得语无伦次。可在同事的视角中，小敏像是被鬼附身一样，倒是反过来把同事吓得不轻，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。 小敏发现镜子上出现了几个大字“遵守承诺”，这让小敏一头雾水。她从来都没有承诺过谁，又何来的遵守承诺一说呢？可恐怖的事情远不止于此。回到家里，
弟弟像中邪一样胡言乱语，还在房间里乱涂乱画。小敏紧紧地抱着弟弟大声痛哭，可这时身后传来弟弟的声音，小敏怀里抱着的竟然只是一团空气而已。小敏警觉地看向四周，女鬼已经开始向自己的身边人下手，但不得不说，女鬼还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鬼。小敏在接下来的排练过程中总能得到女鬼的细心指导，甚至还甘心给小敏做伴舞。这一人一鬼的舞蹈愣是看得我挪不开眼睛，看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女鬼还是有求于小敏。这天排练结束，女鬼慢慢地走出了镜子，她伸出双手捧住小敏的头部，把自己的遭遇展示给小敏看，但单凭几个还原画面，小敏只能看得心惊肉跳，能感受到女鬼的悲惨遭遇，却拼凑不出整个事情的经过。小敏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帮她，直到小敏来到医院，吉娜是舞蹈团的老人，小敏这天来到医院看望吉娜，本来只是简单的同事慰问，吉娜却以为是小敏在故意取笑她，两人就这样在病床前互相拉扯。在吉娜的眼里，面前的小敏变成了女鬼。看着吉娜的表现，她应该也看到了女鬼，而且从她口中得知女鬼名叫西达。回到剧院，小敏偷偷溜进档案室，在女鬼的帮助下找到了西达的资料。西达原来是舞蹈团的主力演员，后来莫名其妙的遭到开除。小敏跑到西达家里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线索。从一个阿婆口中得知，西达是个孤儿，从小跟着婆婆生活。她离开舞蹈团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。最终，警方以失踪人口草草结案。不过，一张照片给小敏指明了方向，上面是小帅和西达两人的合影，照片背面写着两人的甜蜜。与此同时，小帅这边也收到了前女友的信息，正是两人的合影照片。电脑怎么也关不掉，屏幕上还映出了可怕的鬼影，一只鬼手正出现在小帅身后，可又突然消失不见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猜测一下，接下来应该是渣男与女鬼的狗血复仇故事。但请相信我，电影里的故事远比我们的猜想更加精彩。小敏拿着照片找到小帅，小帅只承认曾经与西达相恋，后来辞职就没再联系，可打脸总是来得很快，当晚小帅就梦到了女鬼，而且看样子梦境还相当恐怖。这天电视上播报了一条新闻，附近的一个法师醉酒溺死在了河中，保安经理一脸惊恐，似乎越来越多的线索正在慢慢浮出水面。很快就到了罗摩耶那最终彩排的日子，小敏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可小帅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。西达不知何时出现在舞台之上，还瞬间来到了小帅面前，小帅再也绷不住了，直接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随后便跑出了剧场。此时台下坐着的都是该剧的投资人，老板赶紧安抚大家，谎称小帅最近压力太大，并保证演出一定如期举行，这才得以让彩排继续进行。小敏结束后又一次看到了小帅，他跟着小帅跑到仓库，在这里小帅又一次讲起了西达的故事。原来几年前公司就拍过一次罗摩耶娜，西达本身学习古典舞出身，在舞台上的魅力征服了所有人，也招来了很多人的嫉妒。但西达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，她为了能够得到主角，主动与小帅走到了一起，可等她发现真正的控制权在老板手里，又与小帅断了联系，主动坐上了老板的顺风车。正当小帅想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，西达的鬼魂已经追到了这里，小帅被吓得爬起来继续逃跑，可不论他跑到哪里，西达总能及时出现在他面前，甚至把追来的小敏也当成了西达。最后他们来到了走廊，小帅已经被折磨得几近崩溃，后退时一不小心从楼上跌落。保安经理抬头看去，只见西达的鬼魂正直勾勾地盯着他们，经理也被吓得慌了神，直接逃离了剧院。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，当得知此事与几年前的失踪案有关联时，警方决定重新启动失踪案的调查，看来真相马上浮出水面。保安经理正在家里收拾东西，简单拿了点衣服就想开车跑路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女鬼早已在车里等候多时。这时警方也恰好赶到，保安经理甚至求着警察把他带走，因为车里的女鬼太他妈吓人了。经理很快被带到了警局，至此我们才了解到整个事情的经过。原来西达在跟了老板以后，很快就发现自己怀了身孕，主角肯定是不能演了，老板是有家室的人，又给不了西达任何名分，老板提出与西达一刀两断，许诺以后会介绍更多的机会给他。眼看到嘴的鸭子又想张开翅膀，西达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还扬言要找媒体揭发老板。两人越说越激动，西达出手打了渣男老板，老板反手一推就把西达推下了楼梯。老板跑过去查看，只看见西达倒在一片血泊之中，老板被吓得瘫软在地，但是想想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家人，他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一切，于是老板找到了保安经理，他许诺给经理一大笔钱，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尸体。保安经理找来了自己的朋友，就是前面提到溺死在河里的那名法师。可当他们转运尸体时，出现了新的情况，西达仅仅是摔晕了过去，并没有死掉。西达向老板求助，老板这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法师却给出了自己的建议，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全套服务，可以帮助老板解决后顾之忧。老板没有同意也没有否定，
法师为了利益把西达拖到卫生间，在洗手池里解决掉了西达，随后便把西达的尸体垒进了墙体，为了防止他化身厉鬼报复，还在墙上贴上了镇鬼的符咒，正是视频开头被小敏撕掉的那块红布。眼看自己的事情败露，老板也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警方很快找到了西达的尸体，小敏为西达处理了后事，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承诺。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，该片的高潮部分才正式开始。公司失去了老板，同事们纷纷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昔日热闹的剧院马上变得冷冷清清。看着墙上的宣传海报，小敏心里免不了多了一丝失落。老板娘觉得小敏是可造之材，单独约了她在办公室见面，却突然被人从背后偷袭。等小敏醒来，发现已经被老板娘捆在了椅子上。老板娘和老板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事业上更是得到了老板娘的大力支持。直到西达的出现，老板娘认为是西达在觊觎自己的胜利成果，是他找来了保安经理处理尸体。当得知西达没死，老板失去主意时，是他点头同意了法师的建议。所以与其说是老板杀了西达，不如说是幕后黑手老板娘，他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小敏。如果不是小敏执意追查下去，也不至于会发生今天的一切。老板娘想以对待西达的方式对待小敏，她把小敏拖向卫生间。一路上，小敏似乎又感受到了西达生前的遭遇。就在老板娘准备淹死小敏之时，镜子里竟然映出了西达的身影，而小敏正躺在旁边的地上。接下来的剧情大家可以猜到，老板娘在洗脸池里过足了水瘾，恍惚之中，小敏又一次看到了西达，这次不再是面目狰狞的鬼脸，而是年轻漂亮的美女形象。故事的最后，小敏来到医院探望小帅，原来上次小帅并没有摔死，他还给小敏介绍了新的工作，两个人也都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今天的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喜欢恐怖故事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，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